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一套大腿和小腿的热身运动。首先，我们锻炼大腿的内收肌，然后再锻炼小腿。第一，大腿热身运动。首先，先拉伸左大腿的内收肌，右腿屈膝下蹲，左腿向一侧伸直，踮起右脚脚后跟，两个脚的脚尖向前，右手放在右大腿上，左手放在左膝盖上，这样能够更好地拉伸左大腿的内收肌。接下来做10次双手双腿开合跳，腿部的跳跃动作能够很好地收紧刚刚被拉伸的腿部肌肉，让身体充分准备好接下来的运动。接下来再开始拉伸右腿。第二，小腿热身运动。首先，先拉伸左小腿的小腿肌肉，右腿在前，略微弯曲右膝盖，左腿向后伸直，找到一个支撑物，双手按在上面，骨盆前倾，同时抬起左脚后跟，脚尖用力踩地，保持这个姿势8秒。然后放松。接下来做一下直腿跑练习，跑30米，跑的时候脚尖触地，一条腿抬起时脚尖向上。直腿跑的动作能够很好地收紧刚刚被拉伸的小腿肌肉，让身体充分地准备好接下来的运动。然后再开始拉伸右腿的小腿肌肉。你还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《股四头肌和腿后腱肌热身运动》，来学会完整的下半身热身运动。现在您就学会大腿和小腿的热身运动了。